着迷。遇见的那天，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。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蜜。董事长，夫人，钟情到了。董事长好，夫人好。啊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出去吧。啊，好的。之前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啊。啊，我听说一见还和你谈恋爱。董事长，夫人，公司里有一些流言蜚语，希望你们不要在意。别的再说，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没有谈过。说实话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可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没有谈过恋爱呢？夫人，小布总也样样优秀，据我所知，他也没有谈过。讲话这么冲，跟咱们那个儿子一个德行。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，直接问问题吧。啊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我看见资料上说你是1993年出生，属猴属鸡啊？我属鸡。我们一见属蛇。龙凤配呀。啊，老家在哪儿？家里还有几口人呢？董事长，就算我做错了什么，也祸不及家人吧。误会误会，我们啊，只是想了解一点基本情况。基本情况。啊，我就实话说了吧，你和一见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啊？看董事长和夫人这架势，怕明天啊，别是周秘书，是王秘书和李秘书。就是就是，小布总可算是出去了，我看这次谁还保得了你？这边请。两位放心，我呢一定会好好的辅佐小布总的。不仅仅是在工作上，还有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。你这么凶做什么？钟秘书，我凶了吗？爸爸，那个有什么你们就直接和我说。钟秘书他只是在按我的要求努力工作，并不是大家传闻的那样。传出视频和照片的人一定要严查，本公司绝不允许有人在背后乱嚼老板的舌根子。爸，爸，传闻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希望你们不要难为钟秘书。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就把他给辞了。不能辞退啊！可他影响我儿子的声誉啊！这以后你还怎么找对象？妈，那两张照片是我，是我满脑子看他都是工作，一点都不懂得照顾自己。我作为老板，有这样拼命的员工，我照顾他，应该不是很正常吗？儿子长大了会疼人呢。不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怎么，你不喜欢他吗？喜欢。是老板对员工的那种喜欢。那要是你不喜欢，爸爸再给你换一个嘛。爸，
我的人我来处理。急了急了，游戏。嗯，看来那件事儿是我们误会了。小钟啊，也说不喜欢你。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不过，妈妈要叮嘱你一句，这个就像谈项目一样，看准了就要把他给我抓住，要不然，爸，他就给别人抓住了呀。啊，那个国外的房子已经打扫好了，你和妈去住几天？哎，对了，司机已经在等你们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走。我们刚才是不是吓着他们了？不会，他要是连这点事儿都扛不住，将来怎么做我们布家的儿媳妇啊？你以为谁都愿意做你们家儿媳妇呢？怎么了？做我们布家儿媳妇儿，委屈你了？不过啊，我现在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。这姑娘啊，我看着也喜欢。可是这小子不太靠谱，还没开窍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小钟也是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还是要监督督促一下。我爸和妈今天怎么怪怪的？那两个老顽童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呀？拿着这些钱离开我儿子。不过看他那个样子，你们应该没有为难他吧？小钟啊，也说不喜欢你。那要是你不喜欢，爸爸再给你换一个嘛。是让他自己主动提出离职？不行，我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周秘书，进来一下。我爸虽然是董事长，但是现在分公司所有的事情都归我管。我明白啊。如果你要是想提出辞职的话，我是不会批的。我没有想要离职。猜错了吗？那是什么？拿着这些钱离开我儿子。只要你不和一剑在一起，我就让你当总经理。太过分了。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？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？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